啊，半夜了怎么没开灯？忘记开是不是？民警路上巡逻，发现一辆轿车摇摇晃晃，没开大灯，上前拦查。你不停车吗？下一秒，驾驶脚踩油门，趁机绕跑，民警立刻追上，驾驶一路开上国道，自撞后遭逮。喝酒是不是？老家老家，啊，下来下来。驾驶被警方团团包围，从驾驶座拖下车，压制在地，动弹不得。原来他是一名通缉犯。周四凌晨2点多，这名张姓驾驶行经高雄三民区九如二路上，行车不稳，没开大灯，找警方拦查。驾驶身上散发浓浓酒味，酒驾又因为通缉身份心虚，拒检逃逸，逃了将近13公里，飙上国道，自撞分隔岛，狼狈落网。张男为高雄地检发布之商业会计法通缉犯。张男当场表示拒撤，全案依公共危险商业会计法通缉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。这名通缉男子拒检逃逸，危险驾驶，闯红灯，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，逆向行驶，总计被开罚206800元，被抓还要面临重罚，得不偿失。三立新闻林冠智、陈渊，高雄报道。